Hello，今朝早咧，澳门落好大雨啊，咁啱咧又要一早出去有嘢做喎，揸车咧就唔使讲啦，塞到晕啊，不过都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，做好正经嘢咧就去饮个茶，反正出咗嚟，大家见到呢间饮茶嘅地方咧，我都好耐冇嚟啦。坐窗边咧仲可以望到葡京酒店。我哋睇完点心纸咧，就拣咗几款。今次咧叫做香片，清清地啊，唔好咁浓。先嚟个黑鱼子烧卖王。跟住咧就系金钱肚，不过咧呢个有啲辣啊。叫咗个迷你冬瓜盅，虽然佢细细个啫，但系入边都几多料啊！叫咗一份鮮芦笋带子肠，虽然咧带子就唔系话好厚，但系咧每一啖咧都有嘅。再叫咗碗皮蛋瘦肉粥。至於食物質素好唔好呢？我覺得各人口味都唔同啦。我自己咧就覺得都幾好啦。而家飲茶咧係免茶界，如果係會員咧仲有8折。張單同埋點心紙咧，我擺咗喺片尾，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噶。記得訂閱支持我個 channel 啊！分享俾身边嘅朋友睇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有新片出咧就会第一时间知道。下条片再见。